驸马爷，请跟我们出去。有什么事？云吩咐，让我进来带驸马爷出去。是谁？他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你在这儿等一下，他就来。 华筝，妈，这是你需要的药，你拿去吧。你给我药，还放我走？你快点走吧。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。 你救不了人，还会害了自己。但是，给托雷知道你放我走，他一定会怪你的。只要我能帮你，我什么也不会计较。 阿静，以后你要好好对待黄姑娘。要是你对不起她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华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想对你说，对不起。阿静，这块牛皮是你给我包伤口用的。 本来我想留下做纪念，可是你留下吧。 念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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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康，顾静，我把解药带回来了。你现在才回来有什么用呢？念慈他昨晚趁着我昏迷的时候，已经替我推功换血了。
木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他一定是怕我内疚，已经走了。不要紧，只要能及时给他解药，他就不会有事的。哎哎，等等！你毒刚刚去掉，身体还很衰弱，不能吹风的。不管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救他。杨康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先休息一下。木姑娘，我帮你去找他。那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把他找回来。郭大哥，那麻烦你一定要帮我把他找回来。你放心吧，一定要找回来。姑娘，木姑娘，郭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用管我，你去照顾阿康。你给阿康推宫换血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你不用怕，我把解药替你拿回来了，你吃了以后就会没事的。你快点吃了吧，阿康等你回去呢。你对阿康这么好，他真是幸福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快点回去吧，阿康他非常想见你。阿康想见我？是啊，刚才阿康他还说想来见你，不过我见他没全好，所以不准他来找。你干什么？啊，还不走？我。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想，我还是不去见他了。为什么？反正我们没有机会结合，以后还不是更痛苦？怎么会呢？难道他肯抛弃荣华富贵，不做金国太子？跟我这个汉人结婚吗？当然了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阿康人全变了，他不会再辜负你了。这些只不过是一时的事，他何尝不孝顺他的母亲？但是利字当头，他还不是……这次应该不会了。穆姑娘，你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么郭大哥，麻烦你回去替我和他说说，如果他肯放弃不做金国太子，和我这个汉人结婚，过平淡的生活，就叫他来这个绣花亭找我。如果他不愿意，你就代我向他说声保重，我们就远近一次。好吧，那我回去和他说一说。你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找你的。谢谢你，郭大哥，别难为他。让他自己决定。霍静，念慈呢？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在哪儿？
他在五里外的绣花亭等你。你为什么不带他来啊？我去找他。等一等，穆姑娘说你答应她一个条件才肯见你，如果做不到就不用去了。好，为了她我什么条件都答应，你说吧。她说叫你别做金国太子，放弃荣华富贵。杨康，怎么样，你不答应？我杨康，到这个时候你还犹豫？穆姑娘肯为你牺牲，如果你再辜负她，你还是人吗？其实这件事与我无关，穆姑娘吩咐过我，叫我不要勉强你。杨康，你考虑清楚。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不过临走之前我提醒你一句，为了名利两个字以前害死你的娘。杨康，不要一错再错。王爷，我们到处找遍了也找不到小王爷。找不到阿康？哼，多派几个人全程去找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王爷。杨康，到这时候你还犹豫？穆姑娘这样为你牺牲，如果你再辜负她，你还是人吗？这十八年来我让你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哈哈哈哈，哎，你们看看他啊，他自己说自己是小王爷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看看他的模样像不像是小王爷。小王爷你是不像，你倒像条狗。你还不叫几声，快叫啊，叫几声，叫几声听听啊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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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王。孩儿，你到底到哪儿去了？孩儿没用，中了蒙古人的毒，流落在乡间。啊，你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好，看儿，你看看你，你瘦了好多了。你还记不记得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啊，今年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，为你压惊。可能的，靖哥哥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佛爷，你说说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说说，靖哥哥喜欢华筝还是我呢？
这位姑娘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靖哥哥，靖哥哥，蓉儿，你。你不要碰我，蓉儿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打算去桃花岛找你。去桃花岛？你不怕华筝生气吗？蓉儿，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我把华筝只当做妹妹。你还想骗我？那天晚上我看见你和华筝在房间里亲热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蓉儿，我知道那晚你来过，但是那天晚上我喝醉了。蓉儿，你相信我，如果我喜欢华筝的话，那在蒙古的时候我就娶了她了。蓉儿，华筝她说她明白这事是不可以勉强的，还叫我来找你。是吗？是啊，那天晚上啊，我喝了好多酒，我就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把华筝当你，哎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样。我你看看你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蓉儿，别生气了。你要我不生气也行，你要答应我跟我去桃花岛，去跟我爹说。跟你爹说什么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知道了，你要我向你爹求亲是不是？嗯。不行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又不会讲话，说错了你爹会生气的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我爹和七公梁氏忘年之交，就让七公和他说吧。不行，师父的伤还没有好，而且他挺懒的，怎么肯这么远去找你爹呢？七公不是说过要吃千年参黄才能够完全恢复元气？我们去把千年参黄找来给他，到时候他不帮忙也不行了。对呀，可是去哪儿找呢？嗯，靖哥哥，小心！是欧阳克的毒蛇。欧阳克，嗯，我们出去。小心，上次他受了伤才打不过我们。一会儿我们打不过就要马上走。好。仙翁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我说守住了去桃花岛的必经之路，一定大有所获的。欧阳师兄，你果然是神机妙算。我想你见到郭靖一定会流口水的，我还是不阻挡你了，我跟黄姑娘要谈一谈。怎么样，黄姑娘？嗯？坏！哦！哎呦！哇！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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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郭靖，把宝蛇血快点还给我！蓉儿，走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追。两个人还是出来吧。你是谁？哦，原来有两个人在这儿偷情啊。也好，抓不住那个丫头，有这个姑娘来代替，
也不错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欧阳师兄，现在我们追郭靖、黄蓉要紧，千万不要误了大事。怎么这个人那么无理？不要理他，我们走吧。糟了，找不到千年参黄，师傅怎么办啊？回去再想办法吧。嗯，师傅他一定逢凶化吉，吉人天相。送到这儿行了，别人看得不太好。哼，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是奸夫淫妇。姚家，我们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？以后的事，我真是不敢想。冠英啊，我真是越来越担心。姚家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事早晚会被人发现。到时候怎么办呢？只要我们现在觉得高兴，何必管以后的事呢？观音，下一步呢，肯定是回家谋杀亲夫了。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，你说多惨呢？啊，观音，这个香囊，我从小带在身上。你收起来吧，姚家。你爹和我师父都是精明人，他们早晚会发现我们的事情。到时候我受苦没什么，但是以后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这个香囊，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纪念品。姚家，观音，我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见面。姚家，怎么那么痴心呢？人已经走了，还看呢？泪湿罗巾梦不成，豪生前面放歌声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血雨熏浓作肚明。你看人家多聪明，看你自己傻头傻脑的。去读读诗嘛，我也会的，我读给你听。泪湿罗布，泪不成。罗布，让你洗衣服吗？罗巾呐。啊，对对对，罗巾罗巾。不用怕他，我叫黄蓉，他叫郭靖。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在我船上干什么？有人要杀我们。刚才那两个人就是要杀你们。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坐你这条船，那你送我们上岸去吧。麻烦你撑回去吧。那你想去哪儿？你真的不赶我们走啊？在江湖上闯荡，济世扶危，这是应该的，干嘛让你们上岸送死呢？啊，那你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吧，我们去宜兴啊。哎，真对不起啊，他从小就被他爹惯坏了，所以呢不懂什么规矩。哼，你说些什么？不过他心肠很好，真的。我们要五斤花雕，一叠翡翠盘玉梳，香雕玉具会五湖，一只鸭，还要一个遁甲鱼。哎，好好好，这里的遁甲鱼很出名的。来，我们先喝酒啊。谢谢。郭兄，这几位是我的兄弟。啊，各位幸会。
哎，客官，酒菜都来了。掌柜的，我们要的是花雕啊。哦，这是女儿红，是我专门拿来孝敬陆少爷的，不收钱。这怎么行呢，方掌柜的？哎呀，一点酒算得了什么呢？只要陆家明天能赢那场比武，顺便带我赢几个钱，哎，那就什么都有了。我下了十两银的赌注呢，买你们陆家赢啊。多谢你捧场。没说的。陆兄，你明天要比武吗？哎，客官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啊，居然连太湖、成陆两家一年一度的比武大会你都不知道？哼，不知道就不知道。成陆两家很了不起吗？哼，能比得过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吗？蓉儿，不许这样没礼貌。哼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是有爹生没娘教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大家都在看你。蓉儿，干嘛无缘无故的发这么大脾气呢？我没想干什么，想白吃一顿吧。那我发一顿脾气就可以省一顿饭钱，何苦而不为呢？哎，你又不让我去赌场借，我们也没什么钱，这样能省点就应该省点嘛。我啊，快被你气死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去给钱呢，我们又不是没钱，干嘛那样做呢？人家说山水有相逢，以后我们见面不是更不好意思吗？你算了吧，那个陆少爷穿得漂亮，气派非凡，倒也没什么。你以为好多人都有资格请本姑娘吃饭吗？就算是七公啊，哪一次不是我请他，他算是有福气了。干嘛不吱声啊？你这人不讲道理，不跟你说。你生气了？哥你。谁呀？是我，金哥哥。喂，怎么你还没睡醒啊？起来吧。嗯，别吵我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你说陪我去看比武。嗯。你陪不陪我去吗？嗯。哎呀！啊，你想烧死我？谁占上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不用你陪。看热闹。第二回合，陈月宗胜。不是切磋武功吗？怎么出手那么重呢？是比武，你以为绣花？成陆两家各胜一场，现在是决定胜负的一局。蓉儿，是刘管用出场了。哎，蓉儿，你看，姚家，这场比武你一定要赢。
金夫银妇打架，有什么好看？姚家，陆兄，孙官，亏你们传真妻子号称武林正道，居然破坏比赛规矩，还出手伤人。今天我不杀了这个淫贼，誓不为人。师父，别这样。孙官，你究竟说是什么？你侄儿心里明白，淫贼。这个香囊是程家大小姐的贴身之物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说。观音，这个香囊你怎么得来的？为什么不说？是我偷的。偷？程家上上下下如狼似虎，你有本事偷吗？说不定是人家自己送上门的，这个黑锅你是不能背的。姚家，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姓陆的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清楚。畜生，到处惹麻烦。哼，陆兄，你没事吧？郭兄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二叔，哼，你明知我们陆家和程家势不两立，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，万一给你父亲知道，你这条命还要不要？嘿，男欢女爱，天公地道，这有什么？嗯，这位是谁？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少庄主，庄主叫你马上进去见他。是谁？是谁把刚才这件事情说给我哥哥听的？观音，今天二叔想保你都保不住了。那少庄主，庄主让你马上进去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凶的人，我陪你去见你爹啊。哎，我也陪你一块儿去，多一个人好说话嘛。嗯，对不起，家兄十几年来一直隐居小楼，不见客人，请两位留步。黄姑娘，郭兄，两位的好意在下心领了。我哥哥脾气太坏，我想我还是进去劝劝他，不然的话我的侄儿失陪了。阿全，招呼客人。是。
爹。还不给我跪下！你这个畜生，我教训过你多少次，要以国家为重，你为什么不听？你为什么要和程家的那个妖女鬼混？爹，我和姚家是真心相爱的，何况姚家根本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陆家的事情。住口！传真教没一个好人。孩儿知罪。哥哥，关于他年少无知，一时做了一件错事而已。哼，好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我姑且原谅你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阿玉，执行家法。哦，连你都想违抗我吗？遵命。真奇怪，为什么这里的摆设那么像我们桃花岛？人有相似，物有相同啊。没有理由的。那就说那些风铃吧，是按照大显虚的方位排列的，这种显数是我爹的发明，其他人不可能会的。那照你所说，还有，你记不记得我们进庄来的时候，一路上都有很多桃花？是啊，那这件事是有点奇怪。陆兄，哇，怎么被你爹打成这样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请两位不要过问。哼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这样不便招呼两位。哦，那倒没什么，反正我也想到处走走看看。千万别这样，本庄有好多地方都是不可以去的。这样啊，阿全，招呼两位去客房休息。是。两位，失陪。两位请。啊。哎，靖哥哥，我们去花园吧。哎，人家说过不可以乱走的。那老家伙那么坏，你不想教训他？还有啊，你想不想知道那老家伙和桃花岛有什么关系？不好吧？走吧。哎哎哎，两位，哎哎哎，你不能进去啊！进，你们敢擅闯禁地？我喜欢。哥哥，他们是冠英的朋友，善尽者死。这是桃花阵，跟着我试试进桃花岛的走法。哦。连一，连三，二王，起，伏，地，怪。果然和桃花岛一模一样。两个不知好歹的小辈，居然破坏我们归隐庄的禁令，擅闯小楼。前辈，我们只是想……还不走？我偏不走。二叔，不要打！住手！